晨晨，你又不理妈妈啦？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家长，妈妈，停下来，停电话，妈妈。给谁打电话呢？给乐乐。给乐乐打电话啦？因为给乐乐发了他。吃肉饭。吃肉饭？因为乐乐给你留吗？没有。没给你留啊？哎呀，啊，几个都那些玩具啊？咦，真多！妈妈想让你玩这个，玩这个吧，宝宝。嗯。玩个丫丫的。嗯。我看你能拆开不？来。嗯。能拆开吗？咦，真厉害！这里，哥哥上真假嘞？哦，哥哥上真假了啊？嗯。哦。